孩子开学以后，早餐就得变着花样来做。今天就做了一锅我家小朋友非常爱吃的虎巴包，这个造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，一包里面一共是20个，早晨取出来以后不用解冻，只需要上锅蒸几分钟就能搞定。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，蒸出来以后蓬松暄软，还好消化。你可以像我这样，中间给它夹上午餐肉、鸡蛋和生菜，这样就是一个简单可爱的小汉堡。每次我家小朋友都能吃这么2-3个，